大家好，这里是一球击鼓成名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还是创建一套银卡的阵容，阵型呢4231啊，个人觉得这个阵型打传控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踢了一些比赛，觉得这套阵容和这个阵型呢用着还是很不错的，所以呢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。另外阵容连接依然会在视频简介里。这个门将呢虽然站位只有65，但其他的数值都非常高啊，所以呢本身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门将，扑出好多这个单刀。右后卫苏亚雷兹呢速度不慢 ,83, 然后呢也非常便宜，只要350。感觉他还是 OK 的啦，因为至少没有出现什么失误。然后第一个中后卫速度71，防守74，身体79，只要400，来自阿根廷。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卫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站位非常好，然后呢身体也不错。另外一名后卫呢来自阿根廷的队员，但是俱乐部呢是桑德兰，速度76，防守76，身体72，因为在 BPL 了所以小贵，2100，运用着也还 OK。 左边后卫呢也是来自桑德兰，一名荷兰人，速度91，非常快啊，然后价格也小贵啊，6700，又是荷兰又来自 BPL， 所以有些贵，应该他是我们这套阵容里最贵的一个队员了，但用着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回追没有任何问题，助攻的速度也非常快。第一名后腰的罗德里格兹主要负责防守几个数值都非常好，84的身体，71的防守，75的速度，这个金卡也不容易找到这个这么好的防守数值的后腰，就 Skimus 差一些，只有2颗星，但是呢身体非常壮，用起来非常好。左边这个后腰呢伊兹科吧，来自意甲，速度77，防守76，应该打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吧，个人觉得他传球非常不错，控球也很好，也非常便宜，只要450，用起来还是不错的。第一名前腰呢雷特，速度非常快，92，比赛中也确实感觉出来了。然后4颗星的 Skimus， 价格呢只要2200，非常的好用啊，我个人非常推荐这张卡，速度矮一些，但是非常适合跑流啊，既可以跑又可以这个做 Skimus， 非常好。另外一名前腰呢秦德罗，4颗星的 Skimus， 4颗星的弱视角，价格只要600，他站在中间的位置，速度87，控球77，传球稍微差一些，个人感觉在比赛中不是很显眼，但是呢也插上进了几个球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前腰呢叫做波塔，也是来自意甲，价格要1100，速度也不慢，81，控球79，4颗星的 Skimus， 个人认为他非常好，速度不慢，而且传球也非常好，还有一脚任意球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。前锋呢叫做阿里萨拉，速度非常快，88，然后射门虽然惨一些呢，但也无所谓了，价格真的很便宜，350，4颗星的 Skimus， 3颗星的弱视角，身高5尺11，接近1米83、84的样子吧，所以呢又黑又快又硬，又是这样的一个前锋，用起来也是非常好。我们呢先来看一些集锦，应该刚开始看的就是这名前锋吧，秦德罗在中场控球，然后直接挑传给我们这名前锋，他第一下呢没有想到他要挑传，往回挪了一下身子，但他又扭过来呢还是把这个球追到了，点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力的头球啊，所以看出来他的身体素质真的是非常好。第二个球又是他一个脚跟磕球，利用速度和身体直接就单刀了，后卫追他也没有办法把他这个球拦下来啊，非常好的一名前锋。当然他这个射门稍微差一些，也浪费了一些机会，但总体来说呢350你还要怎样，非常好的一名前锋，打近角门将没有任何反应。这是我们这名中场伊兹科了，一张挑传非常准确，又到了我们这个前锋脚下，第一下停球也非常好，然后利用速度呢后卫追不上，门将舒基呢轻点两下射门，打这个门将的腋下，很轻松的把这个球送进了。看看这个球吧，这是我们左边后卫没有带球，还是传到中路，很漂亮的跑位啊，伊兹科，然后直接一脚抽射，非常漂亮了啊！这是我们这边后腰助攻上来了，射门也非常准确。秦德罗的助攻非常好，虽然他这个个人的盘带啊，虽然是个人射门差一些，但是几个传球都非常的准。
又是一脚远端的 lob through，这个波塔可惜啊，直接抽到凌空，还是抽偏了，但已经很接近了，只要没有很偏。然后罚角任意球死角啊，门将没有丝毫反应，非常漂亮，很美的弧线啊，我仍然看了三遍。虽然任意球在 FIFA 15里来说呢，相对不是这么难进，但是进一个任意球还是心情很愉悦的。然后任意球的教程呢，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这个 FIFA 15的教学视频里找到。又是波塔，一个 skill move 晃过一个队员，打远角，非常漂亮。一个钟摆，门将有反应也扑不到啊，非常刁钻的一个射门，又一次个控球，然后脚跟磕球，很漂亮的几个传控啊，然后进入了大远角啊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后面的视频呢，还有一些我们另外一个来自巴西前腰赖特的一些精彩的镜头，他不管是自己跑啊，还是做 skill move 传球啊，都非常的好。这个球大家也看到了，而且他还进了一个头球，大家稍后就应该可以看到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你喜欢这期的节目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，不要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聊。